外面工作很久，然后非要回去，没有回去，原因是因为大家要跟你庆祝。那大家跟你庆祝，你应该知道，这角色里面知道说这个是骗人，对，所以基本上那边很心虚啊，然后又怕让父亲没有面子，又怕让所有的亲朋好友担心你，所以总是要解释一下，设计我哦。基本上我虽然跟这个角色不太一样，这角色是对儿子的东西是要求很多，就是不太会表达情感，然后很多东西都很凶啊，可是感情很细腻，他对儿子的担心什么东西都在心里面的，他很爱面子，不喜欢儿子被漏气等等。先生会很好面子的去，因为小孩子生了副总，他就赌一口气，他就是要请全村的人吃饭。可是问题家里没有钱啊，家里没有钱，他先生也不会去那个坑金，也不会，所以呢，他先生也不会跟他讲，就是说你要去准备那个钱，他也不会。先生只要讲，就是我就是要请客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，其他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做。李美艳是我爱讲你，我感觉你伤心安啊啦。中暑了，今天是他因他而起，所以他今天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正式，但他穿了一个冬天的衬衫。你现在先演得好，好不好？就爸爸在场要给面子哈，好吧？不要被温室尔干掉哈！哎，哥叫你卖，结果一直吃，下面无菜开，怕一刀就当菜拢空的。等下我处理，这几块再给你。我难怪那鸡不联系哦，对，那鸡不联系。哦，等。你别个么子多，你规规规大不要个么换，这不连的啦，这连的啦，过来跳开了一半，所以无只怪怪，好食，食啦，因为我们，无你食过来嘛，好，无你食过来，无食过来啦，哦，意大利吧，对啊，出版了，出版了。